もしもし、宇田中佐だ。銃声が聞こえるか。避難軍の大部隊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命令を下す。速やかに援護せよ。我が隊を援護せ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急げ、全体集合。进攻了，爹啊，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啊。你是说等新墙镇的鬼子出来？新墙镇里边是什么情况？小鬼子布局咱们一无所知，咱们盲目冲进去是不行的，咱们得把他钓出来打。行，这新墙镇里边有几千号人呢，咱们只有一个营，这不是白白送死吗？镇里边的鬼子到了，大部队早就过河了。营长，你真是把小战役变成大战役了。歇着吧。どういうことだ。なぜ誰も。連隊長につなげ。連隊長、我が隊は敵大部隊に包囲され、他のどの拠点とも。連絡が取れません。非常にまずい状況です。皇軍の有志たる者、何が起ころうと慌てるな。戦死とは天皇陛下に捧げる忠誠だろう。20分持ちこたえろ。すぐ援護をよこす。はい。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难报了，为什么还没有给我拿下？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现在就炸掉它！不，连长，还是我去吧。执行命令。是。难得堡已炸毁。是。部队有目，部队有目。迅速向营长靠拢。是。南碉堡已炸毁。报告营长，第一连长已经攻下南碉堡。发信号弹给师部。锦囊营得手了，速去报告军座。是。
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对，那大云山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为什么要停止推进？刚才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我们再往前推进就得不偿失了。目前我军还缺乏攻坚能力，再说还得防着冈村宁次给我来个回马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敌人据点之后原地构筑防御阵地。好，命令を下す。第三師団は義勝を越しせよ。第十三師団、33師団、39師団は第20旅団に入り、湘北の一線で集結。3日のうちに新垣川北側を奪回せよ。はい。報告、大本営からです。わかりました。外務省は先ほど今井武雄大佐への電報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その内容は、我が航空はこの1ヶ月間圧倒的な戦力を展開、そして王朝明とは上海で平和宣言を発表し政治攻勢も強めたため、ついに蒋介石は態度を変え、すでに香港密の代表を通じ我々との協力を行っていく方針を表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香港で秘密会談を開いた時は蒋の態度はすこぶる良かった。だが結果はどうだ。我々をもてあそんでるだけじゃないのか。そんな人間に期待を寄せるとは何事だ。今は当初とは異なります。はじめ彼らは調査での戦いの勝利を考えていましたが、それは間違いであり、今は我々と交渉するのが妥当だと考えています。今現在我が航軍の圧倒的な軍事攻勢の下で、彼には交渉に立ち戻らせ妥協が必要だと感じさせること、さもなくば彼の政府と彼本人は中国政治の舞台から降り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る。この現実に基づき我々の武力を不拡大占領区の支配下に置き、武力行使の一旦停止、そして蒋介石に反省を促し天皇陛下の言葉に応える機会を与える。諸君、先ほどの命令を取り消す。なぜ取り消す。湘北へ戻り調査の接触だといいのに作戦を取り消す。これは内閣の決定だ。我々は命令に従うまで。内閣の決定に私は遺憾に思う、非常に遺憾に思う。
この間の討議では小委員長から引き続き討議を進めたいとの旨を受けた。陛下も賛同をした。軍事行動を停止していれば穏やかな協議は進められるはず。有効かつ率直な態度で協議を進めたい。好啊，很好。据我所知，贵国也非常看重我中华文化。那么，在我中华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字的理念，比如说和气生财啊，和舟共济啊，和为贵啊，等等等等。正是基于中华文化中这些关于和字的哲学，而使我们双方在停滞了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回到这张桌子前。当然了，和谈嘛，总比开战要好。不过这可是事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达成共识，也绝不能作为开战的理由。比如说，就在我们双方离开这张桌子的一个月当中，你们就发动了枣乡夷之战。据不完全统计，我方伤亡86000多人，而贵方也伤亡45914人，两败俱伤。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人民的犯罪。その通りだ。你说对了。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する。このようなことが二度と起こらぬように。しかし帰国は誠意を持って進め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ような事態は免れぬのだ。残念だな。赵阁下这么一说，挑起这场华日战争的不是贵方，而是我们了。但据在下所知，早在嘉靖年间，确切说11561年，贵方大批武士大举进犯我浙江台州，我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奋勇还击，久战久捷。宋桑，今は16世紀ではない。今は歴史を語る時ではない。今は協議を進める時だ。分かっているかね。好，不谈过去。只谈当下，可是当下却是贵方的飞机三番五次向我首府重庆乱扔炸弹，这能表明是贵方的诚意吗？実際のところ、重慶の攻撃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る。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進めれば、機構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では本題に戻ろう。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来喝茶。それではお茶でも飲もうか。好茶呀。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这好茶大多产于中国，而茶道却盛行于你们日本。日本でより盛んである。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金井先生的茶道，我真是开了眼了。挺香的，中国的茶叶。我们继续谈下去。当然，当然继续谈，请吧。王先生来的真是不巧啊！机关长营佐真昭将军不在上海，要是信得过，王先生的来意可以跟我说说，我尽快把王先生的来意转告给营佐将军。那好。既然营佐将军不在，
我和田中先生说也一样。今天我到这儿来，是想和煤机关商讨关于如何促使蒋政权尽快倒台的问题。请。好，请。请。王先生有何高见呢？以日本之强，中国之弱，中国本断难坚持持久的抗战。重庆政府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获得强有力的装备外援，而这个最大的外援就是来自于苏联。据可靠情报，最近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要是得到了这批武器装备，无疑会大大的提升重庆军的战斗力。正是因为苏联的军援支撑着蒋介石及其中国军队持久抗战的决心，如果帝国能够切断重庆政府与苏联以及英法美的援助线路，使重庆政府拿不到一块钢锭的外国援助，甚至连打造大刀片的钢铁都没有，他还凭什么再与帝国抗战？如果再辅之以对重庆的持续轰炸，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就指日可待。王先生的确是给帝国出了一个事半功倍的高招啊。重庆政府已经成为和平的最大障碍，祸害的是中日两国，所以我汪某不惜殚精竭虑以搞垮重庆政府，使中国民众早日摆脱独裁统治而享受和平的阳光。汪先生不愧为帝国最好的朋友，我会即刻把汪先生的高见报告给影佐真昭将军，我相信影佐将军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转达汪先生的善意。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告辞。慢走。刚才战役总结会上，从各部队的发言来看，咱们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对的，这次新枪镇大捷，游击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别太沾沾自喜了，要对付像日寇十一军这样的机械化强敌，游击战顶多是个补充，要打大胜仗还得强化我们的正规军。那薛长官有什么打算？报告。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进来吧。薛长官，参谋长，薛长官，参坐。请坐。来，请坐。啊。来，李玉堂，坐这儿。啊，不不不，长官，我还是坐这儿吧。嗨，坐。哎，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单独留下来吗？知道。我们打了胜仗，长官刚才奖励我们5万块大洋。嗯，您觉得少，想偷摸再给我们补发点。你看我们俩谁像是那么富裕的人？怎么，这5万块大洋你都觉得后悔？要是后悔啊。嗯，李玉堂，看来我薛某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个抠抠缩缩的人，对吧？哪能呢。哎，你看，你们一个是泰山，一个是虎贲，是我们第九战区的王牌。可是你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王牌啊。我的意思是要把第十军、第74军打造成能跟日寇一对一的强军。薛长官，如果您有这个想法，之下一定不辱使命。坐下说，坐下说，那么高的个子。说吧。说完了。哦，卑职也是。可是薛长官，
光说没用啊，得有实际行动。可以提条件。我真的提要求了。想换装对吧？你看到底是战场上滚出来的长官司令啊，一猜一个准。你少跟我来这套。薛长官，我们就是想让你给我们换换装备。对，武器装备跟不上，想跟鬼子一对一的作战那是空想。我不否认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但是提高单兵作战的素质也是打造一支强军的关键。对，薛长官说的对。薛长官经常说，战事决于平时，加强练兵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嘛。我给二位长官报个实情，这次打新墙镇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伤亡远远超过了日军。为什么？因为我们战士手里的海洋造中正式他打不了多远，还有的时候往往后城城弧线没有准头。可是小鬼子呢，他那三八大盖歪把子打得比我们远得多得多，我们往往打不到他，他就能打到我们。还有我们机枪的数量实在是有限，在火力配置上的确比不过小鬼子。所以啊，这武器装备差得这么明显，我们伤亡能不大吗？薛长官，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得不到更换，要达到和小鬼子一比一的战斗力，那神仙也做不到啊。我是薛岳，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别来无恙啊。啊，好好好好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两个军的武器装备。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党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两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嘛。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那这事儿？这事儿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委座打电话。哎，我来。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接炮下驴啊。焦副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于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两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
余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这又怎么了？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换弹。这不挺好吗？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就是啊，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没有，怎么去跟法国人交涉？薛长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他们弄回来，那我们两个军不就是如虎添翼了吗？我知道，可是法国人害怕日本人，我有什么办法？哎，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Rapport à mon chef Honoré. 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Peng 主任说的是法语。你还会说法语？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5年。后来因为九一八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赶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自从吴勋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这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这事儿还得再斟酌斟酌。薛长官，彭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是。彭主任，请喝水。中华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
托薛某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回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屑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明白。彭振华还在办公室等你呢。还是让他走吧。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彭振华。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十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新墙河北岸十几万日军在那儿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矣。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忌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二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我相信你，只是不瞒二位，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了，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薛长官，就让彭主任去吧。好，就这么定了。有什么要求跟参谋长谈。谢谢，谢谢薛长官的信任。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我只要李本忠，第十军358团第一营营长。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行，那我准备去了。不送，再见。嗯。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因为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李文忠到。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是。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执行命令。明白了。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当场击毙。明白了。明白。报告。进来。参座，有何吩咐？马上给重庆发电报，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是。等等，给我。你要亲自发。明白。沈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妥了？嗯。你确定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我明白。注意保密。知道了。柯主任，哎，有您的信。是吧？哦，没事儿，我出去一下。眷，吾儿，见信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溢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夫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汪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
因为正式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卷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边。姐，明韵，怎么你哭了？没有。